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 梁慧儿。我今天呢演的是一个导演，一个非常生气的导演。那跟平时呢是不太一样的，其实，因为我平时呢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，但是今天会让大家见到这一面。那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你们两个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贵，这里呢我是演一个很 blur 的摄影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， 在这个这里我是演一名非常喜欢摆 pose 的演员，而且我摆的 pose 啊，真是很难看啊，而且我现在知道。这个导演很凶啊！对呀、啊，好，我们一起敬请期待。耶、七，哦哦哦哦哦，七 ，OK。